老徐读课文。在家，周太太说，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啊？周明说，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周太太说，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周明说，你让我做什么？周太太说，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周明说，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在家，周太太说，客人就要来了，你怎么还不打扫房间啊？周明说，别着急，我让孩子们打扫呢。客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房间打扫干净。周太太说，那你也不能看电视啊。周明说，你让我做什么？周太太说，先把茶和杯子放好，然后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。周明说，太热了，我还是先把空调打开吧。